印度教信徒要庆祝俗称黑天的奎师那神生日，身为名女性穿着色彩绚丽的纱丽跳童心舞，那么空拍机也捕捉到这壮观的景象。为了庆祝这黑面神明生日，这印度滨海古城德瓦卡，也就是神明的出生地，聚集了3.7万名最大种姓阿希尔女性，她们是穿上鲜艳的橙色纱丽，在沙滩上围成了同心圆，表演传统的拉丝舞，那借此要传达和平跟和谐的信息，把这种祭祀神明的舞蹈，现在呢也被认为是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。